谢谢祝福，因为他们也是 一般的人，可能不太喜欢被关注。好，我已经很久没有交你了，给我一点空间的时间，好吧？所以现在应该很开心。很好，很久没交女朋友。对啊，而且我女儿跟我儿子也都赞成。你就像你女儿，你生日的时候哦，收错了一个卡片，你感觉感情真的很好。很好啊，所以她也哭了，看到报道她也哭了。哇！但是我先跟她讲，我说你看到说不要伤心，有什么问题就问爸爸。然后后来我们吃饭，他就说：“你要去讲你的爱情故事。”啊，还蛮可爱的，对。看缘分，有机会啊，也会排除。那时候再可以谈一下你的新恋情。我新恋情就很正常。正常。我就是，成年人正常交往。正常什么？正常交往。这么多成年人。正常。稳定的交往，那你个人会考虑再婚吗？好啊，好啊，不是，直接再结婚，其实祝福，因为他们也是一般的人，可能不太喜欢被关注。好了，我已经很久没有交往了，给我一点空间的时间，好吧？所以现在应该很开心。很好，很久没交女朋友。对啊，而且我女儿跟我儿子也都赞成。我就像你女儿，你生日的时候哦，收错了一个卡片，你感觉感情真很好。很好啊，所以她也哭了，看到报道她也哭了。哇！但是我先跟她讲，我说你看到说不要伤心，有什么问题就问爸爸。然后后来我们吃饭，他就说：“你要去讲你的爱情故事吗？”还蛮可爱的，对。看缘分，就有机会了，也会再去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。生日快乐！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宪歌就在这里。